你可能很难想象，它们是同一座大桥的设计图纸。这25份方案勾勒出25种大桥样式，即便在今天，这些设计仍然称得上美丽。这就是56年前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的雏形。 武汉长江大桥，第一座中国制造的特大工程，长江首座公路、铁路两用桥。上世纪50年代，它是国人心中不朽的荣光。关于这座大桥的前世今生，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往事。 2012年的春天，我们来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、武汉市档案馆和中铁大桥局资料室，找到了当年的建桥资料。这些蒙着微尘的物件，一点点拼接出50多年前的记忆片段。 2011年6月6日清晨，弥漫的浓雾锁住了江面。刚刚吃完早饭的武汉人乘车去江对岸上班。武汉长江大桥上每天例行的早高峰又将开始，一切仿佛与昨天并无两样。然而，几分钟后，一声闷响打破了一切。 6号上午，武汉长江大桥遭遇了游轮的碰撞，是没有人员伤亡和原油泄漏。现在明显的撞击。武汉长江大桥遭遇游轮撞击，初步认定已经确认了。这是大桥建成以来遭遇的第77次撞击事故。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，同时也是发生撞桥事故最多的一座长江大桥。守桥士兵清楚地记得事发情景。 因为早晨6点刚好是他们换岗的时间。这天，交完班的战士们走到大桥中央时，突然感到脚下猛地摇晃了一下，随即归于可怕的平静。武汉长江大桥，中国运营量最大的桥梁，每分钟有60辆汽车上桥，而桥下的京广线铁路则是沟通中国南北两地的大动脉，每6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从这里驶向对岸。尽管最初设计年限为50年，但截至2012年，大桥已经超期服役6年。从建成至今， 武汉长江大桥承受4次特大洪水冲击，遭遇77次轮船碰撞事故，却安然无恙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桥已褪去韶华，不复荣光。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快速增长，作为武汉的交通要塞， 大桥的承载量也越来越力不从心。每天，大桥交警都为疏导拥挤的交通而发愁。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曾经显赫一时的国家建筑，似乎不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。然而，2011年的游轮撞击事件， 让大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肇事船队总载重超过1万吨，沿长江顺流而下。由于大雾影响视线，看到桥墩时，船员已经来不及避让，游船迎面撞上7号桥墩，船头被撞出一个直径10米的巨大豁口。这是武汉长江大桥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撞击事故。桥梁工程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。长江天堑已有上百座桥横跨两岸，昔日的天堑已成为今日通途。那么，50年前究竟是谁在长江上架起第一座现代桥梁？ 半个世纪前，曾经参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人们，现在都已年逾古稀，有人已经作古，他们的骨灰或者撒入万里长江，或者长眠在长江两岸。50多年前那些轰动世界的剑桥往事，正在历史的角落里日渐消弭。 武汉自古两江穿城而过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，过江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没有大桥的年代，船是过江唯一的交通工具。上世纪30年代，国民政府聘请美国人华德尔到武汉实地勘测，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计划在武汉建桥。 规划中的长江大桥长4000英尺，设升降梁以方便船只来往，桥面由公路和铁路共用。然而，由于经费不足，这座大桥并没有开工。此后，国民政府4次动议修桥，都无疾而终。 新中国一成立，中央政府便决定架设武汉长江大桥。然而，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特大工程，国际上却普遍表示质疑。一时间，工程的意义变得微妙起来，它的成败似乎不再是一座城市的事情。 1954年10月1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的社论。这篇文章向7部一市下达了必须完成的任务，并且要求国内的桥梁和建筑工程专家、科学家、教授要关怀这座大桥的建设。 1955年2月，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成立，这是一支当时国内最顶级的团队，主任由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担任。委员包括建筑学家罗英、交通和水利工程专家陶树增、桥梁学家李国豪、力学家张维，以及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。 这个委员会几乎涵盖了当时国内桥梁建筑和水利工程界的顶尖人才。为一座大桥组建如此规模的团队，在当时的建筑工程中绝无仅有。1953年，大桥局在武汉成立，首任局长彭敏35岁。 而其他局领导平均年龄不到40岁，都没有建桥的经历。当时一个口号叫什么？叫做“建城学会”，一定要这个把这个桥要修好，还要在通过这个桥的修的过程当中要学会，将来怎么样子来修更好的桥梁。1954年1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。武汉长江大桥之美术设计要配合大桥本身雄伟建筑及武汉都市建筑，以表现我们伟大祖国的新时代。责成铁道部设置奖金，广泛征求国内美术建筑专家个人和集体的优秀作品，送呈中央核定。这一年夏天，长江发生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，武汉关水位达到29.73米，突破历史记录最高点。大桥局所在的汉阳江滩没有堤防，水一直淹到今天的棉花街。职工们从汉口坐船，直接就能到单位门口。而大桥局的食堂从平地搬离，越搬越高，最后干脆搬上了山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一个叫唐环成的年轻人进入了大桥局。唐环成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，他负责大桥的基础工程设计。由于洪水淹没了大桥局的办公室，唐环成所在的设计组只好搬到江西的庐山上工作。征集大桥美术方案的通知送到庐山后，唐环成有些动心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唐环成向设计组提交了一份方案。这份方案被编入全部方案的最后一名，编号25。这份方案的引桥设计采用拱形结构，与菱形正桥遥相对立。一间攒尖顶的中式亭屋作为桥头堡，并兼任楼梯和电梯的出入口。除此之外，整座大桥并没有任何多余装饰。在全部25份方案中，唐环成的方案并不显眼，甚至还有些普通。唐环成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，所以他会在设计中加入中式元素。但这样一个普通的设计能否打动评委，唐环成并没有把握。1955年2月，在汉口滨江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，一场评审会正在举行。征集到的25份方案被划分为3个等级，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将按照排名顺序向中央政府报告。这次评选，唐环成的方案仍然名列最末。这意味着25号方案将作为最后一个被推荐的设计。这个消息让唐环成感到失落。然而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北京传来消息，排名在前的24个方案竟无一入选。周恩来总理最终决定使用25号方案。那么排名在前的24个方案究竟有什么不妥之处呢？在大桥局的档案室，我们找到了这24个设计图样。所有方案的桥头建筑都采用了大厦和高塔形式。这是当年的人们对新中国第一座大桥最丰富的想象。然而，这些方案所使用的美术装饰将增加几千万元的建筑费用，这相当于桥梁总价格的7%。于是，这些飞扬的梁架、俏丽的高塔，只好永远被存放在历史当中。最终你决定这个方案的时候，讲的一句话：采用最经济的。就是说我这个方案造价最经济。唐环成并没有等到大桥竣工。1957年，他被送往工地劳动，并在那里遭遇了一场工伤。班里的劳动啊，搞钻探，通车那天，大桥局的职工们都登上了象征着荣耀的卡车，在群众的欢呼中通过大桥。作为大桥的设计者，唐环成没能上车。 他与武汉市民一起步行通过武汉长江大桥。周璞，桥墩基础工程师。1953年4月，周璞来到武汉，第一次站在汉阳的土地上，他倒吸了口凉气。一片广阔水域的四周是渺无人烟的漫滩。 周璞负责的桥墩工程使用了管柱钻孔技术，在河床沿面钻孔，把管柱沉入岩孔，再用混凝土浇筑凝固。由于这种技术尚无成功先例，所以当建到第7墩时，问题出现了。7号桥墩的下面是炭质页岩，炭质页岩是一种什么岩石呢？ 就是一种粉末状的，就是说没有办法钻孔。几次钻孔均告失败，工程队只好改用蒸汽锤将管桩强制打进岩石。所以7号墩其实是大桥8座桥墩中最薄弱的一个。50多年后，就是这座建在炭质页岩上的7号墩被游轮正面撞击。然而，撞击仅刮花了桥墩的外立面，主体结构分毫无损。1955年初，汉阳门外的一片荒地上，汇聚了许多操着各地口音的年轻人。 各种简易工棚也陆续冒出地面。住在工棚里的不光有建设者，还有他们的家人和孩子。这段画面来自一部名叫《长江大桥》的纪录片，作者陈光忠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。拍摄长江大桥时24岁。 而摄影师叶松静只有19岁。现在在你面前出现的不是你。2011年的深冬，我们见到了当年的摄影师叶松静，在这位80岁老人的家里，仍然保存着当年拍摄长江大桥的工作照。这个片子我倒觉得，这是摄制组航拍长江大桥时的情景。 它这是螺旋桨的飞机嘛，然后我们上去以后呢，没有什么保险设备的，拿一条绳子把我们拴在上面，然后要把那个飞机的门口啊打开。然而，从这些年轻的脸上，我们却看不到一丝胆怯。你想想，飞机开了个门啊，在空中上飞啊，很容易出事的。 从1955年到1957年，摄影队9次往返武汉，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拍摄经历。大桥铁路部分属于京广线，这是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。为了确保列车安全通过大桥，每天铁路工人要巡查清理多次。 铁路路基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先头工程，而50年前建设大桥铁路路基的工人，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。就是举的那个用那个竹子搭的螺旋棚，上面盖的油墨毡，周围啊，用这个螺旋啊，刮一下，四面透风的，就空气那个空气很好似的。也许是这一代人未曾经历过工业建设的洗礼，所以刚参加工作就遇到全国重点工程，确实令人兴奋。 大桥局的职工都配发统一的工作服，上面还印着“安全生产”4个字。穿着工作服走在街上，路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。那个时候呢，还是很正规的，大家呢都摆成队，头上呢戴着安全帽，还要的话呢，看这个喊这个安全口号。 这喊完了以后，再由这个工长啊来交代任务。武汉的夏天酷热异常，而为了拍摄效果，摄影队每天都驻扎在工地。拍的时候满身是汗，工人也是满头是汗，我们也是满头是汗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晚上回到睡不了啊。 很热，一天满了身是汗，然后就后招待所它有一个洗澡的那个池，我们就放满一个池的水，然后大家轮流在那泡，就等于降温。武汉长江大桥日夜开工。 到了晚上，每个桥墩总有上百盏电灯同时放亮，整个工地宛若一座水上街市。为了拍摄方便，当年摄影队就住在大桥工地附近的招待所。那每天的那个隆隆作响啊，响得要命，连睡觉也响啊，因为这习惯了。什么是工业化建设？ 什么是重点工程？过去书本上形容的工业化建设，好像离人们十分遥远。而今天，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土地上，大家正从事着前所未有的工作。想想好像是一个梦，但是它是真的，是真真实实的工业化建设的一个序幕。 纪录片《长江大桥》前后拍摄了3年， 1957年影片公映，随后被送往海外。通过这部影片，西方人对新中国的工程建设实力刮目相看。从那时起，长江大桥就成为武汉的地标建筑，直到今天，它仍然是外地游客必到的一个景点。 武汉，一座充满韵味的城市，古老与现代在这里交融。外地人喜欢徜徉在武汉的大街小巷，体会这里独特的风情和文化。但是，最能够吸引游客的，仍然是武汉长江大桥。现在每年长江大桥接待的这个游客都超过1000万人次。 我们到俄罗斯、东欧，包括国内的很多城市做宣传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画册的封面都是用的长江大桥，因为它是我们城市的一个标志。武汉人呢，对它有很深的情结；外地的游客呢，也对它有很深的情结。通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。 新中国锻炼培养出一大批技术人才和高素质技术工人。从此，中国任何一座大桥的修建任务都可以不再依靠外国援助。它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桥梁。 它横跨万里长江，使天堑变成通途。它曾经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。它是国人心目中不朽的荣光。